您好，薛总好。是，最近提到很多有关武装冲突法啦，是有关呢接战规定的规则。那么刚才在前面的委员质询中间，甚至把历史人物、国外的战略家讲的，军事是政治的延伸，这些话都套进来了。那我这边呢，做一个建言。第一个，在国防外交的领域啊，是就是国家安全事务里面，没有用"光谱"这个字。Spectrum 是工程科技的名词，也就是说，国家安全的光谱这个话有这样用吗？没有，就是国家安全的范畴跟领域。同样在军事用语上，军事与政治上面应该用的是范畴跟领域，而不是用光谱。只有科技工程才叫用光谱，叫 spectrum 这个字。但现在在政治学上，很多人喜欢把这个工程的名词导入，变成政治的光谱。我建言呢，第一个不要使用这个。好。第二点呢，就是有关前次提出的标准作业程序，因为它是针对各单位各独立个案的规定，那么它并没有横向跨单位跨部会协调的这个联动关系，所以建议以后在国军在连山在其他的作战计划次档次就不要再使用 SOP 这个名词。那至于已经导入的现在正在国内在深入的讲到的这个所谓的 ROE， 那么现在上面的只是一个论述的方法，我们不做细述。那么本席在会后会提供这个部里面同仁，就是刚才前面委员所提的这个 Mr. Cooper 的这本有关北约参考的 ROE。 那这本书因为北约现在有32个国家，这本书是2019年480页，算是在人道法案里面内有关自卫防御甚至面对敌意的行动之前你有什么预应的作为，这上面都有一些论述。那么会后我把这本书提供部里做参考。是，谢委员。那么 ROE 连带出来就产生了一个共同图像。那么前次我们在大会也提到，部长也重视这个。那么这个有关的前提啊、目标、方法跟手段，我在这边不做细述，我就用几个图像啊做举例。第一个，各位看到这张图啊，已经是套叠了四层，那么显示了朝鲜半岛、对，东海、对，日本防空识别区、韩国防空识别区、中国大陆在2013年的11月23号发布的东海防空识别区，那么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以及菲律宾的防空识别区。所以这张的大范畴的图可以做一个基础图，我们到时候也可以提供部里做参考。在这个上面我们再看到有关南海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是11段线，那么中国大陆当初跟北越啊，因为建立关系取消了，变9段线。后来他又把他台湾东岸他去画一条第10段线，但这个里面的原图原本是美国国务院制造出来的，它里面有各地的领海基线，所以这个图呢就等于说我们跟外交部、跟海巡、跟执法单位甚至是国安局，我们可以共同分享。那这张图原本是一个伪造图，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单色，套上台湾跟南海，再把刚才这个图再套上去，特别把东沙跟南沙的伪造再点上去，我们可以建议将来用这种方式，对于在决策过程的长官能够聊起相关的位置，然后再套上你的机敏资料，平常只是一个单纯的底图。好，这张图就显示了中国大陆的基地以及训练空域，包括红色虚线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刚才前面委员所说的灰色地带有些是属于防空识别区的重叠区，那在这个里面制造的困扰对我方的反应啊是一种消耗。当然你除了监控监侦以外，因为中国大陆它可以对外讲我在国际民航组织的图已经画上这个，所以原本是区块，原本是灰色地带，
可能在法律上会变成灰色区块的论述。我想国防部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我们的作战计划参谋次长室以外，未来以及我们的法制司啊，在国际法上面的引述啊，可以利用 ROE 里面的一些条例跟范例啊，来充实这个。各位看到这个就是金厦水道的图，因为是已经经过坐标校正了，所以有方格有经纬度，那我们再套叠，再套上卫星啊，再套上当时这是某年某月某天的海上活动船。那么现在因为很多的软体程式都可以点了就进入，可以查核它是哪一艘，是商船对，或是不明目标对。那根据这个不同的图套叠加上海底水深，可是现在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包括海巡用的图跟我们海军用的图，甚至陆委会发布的图，它有坐标显示但是没有统一调校。所以将来这个要请我们的制图单位校正单位把发生事件以后每个单位的图我们做一个调整，最后用一份最终的校正图。好，因为像这张图例上面是陆委会的图，虽然标了经纬度的数字但是并没有校正，所以以这个方式最后呢来收敛这个结果，未来回溯过程中间对于执法过程哪些是解释的落差，哪些是图像的落差，那么最后能够做一个收敛。那么我认为在国防部来讲，在整体的我们的领海问题近限制水域方面，作为一个横向跨部会协调，海委会协调国安局，大家能够得到一个共识，这样子比较周延。那请教部长对这个看法如何？我跟委员报告真的很感激啊，而且对会委员真的、提供这些资料啊，我马上就有一个概念，就是说现在任何工作推动绝对不是单方面单打独斗的。所以刚刚委员提的这个共同图像运用要召集哪些人，可能不是国防部啊一个单位可以完成，所以我们一定会把这个问题啊跟国安会建议，因为里面刚刚委员点到几个，不管外交、国安、海巡，还有内政，还有陆委会，这都是有必要加入的，因为都要产制加入共同图像，大家认知一样的，但有任何状况处理起来就不会好像哎变成一个好像有点不能讲乱的套啊，最起码有点权责不分的样子。所以这一点特别跟委员报告，我们这个后续绝对会把给接续做下去，啊，让各部会都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依据。是。那我最后就提出刚才先前跟您的一个建言，是就是。我们不要用国防外交跟国安的光谱，那是范畴跟领域。我了解，好，好不好？是，好，以上，谢谢。是，谢委员，是谢委员。你这个用词注意。Yes sir。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